罗斯密市公共安全部门将于2017年8月1日举办夏季 BBQ 烧烤，庆祝第34届国际夜巡。本活动由 Rosmi 的 Target 赞助，下午6点到9点在 Zapopan 公园举行。活动将包括预防犯罪和安全提示节目观赏，现场有抽奖活动、免费热狗和瓶装水及摊位，期待当地企业、居民以及警官一同携手创造更安全的社区。中望电视编辑报道。